我不求，非让我吃一口吗，队长？哎呀，团长大人，团长大人，是不是有新任务了？瞧瞧你们的样子，还敢提任务？团长大人放心，我们这次绝对会完成的精彩漂亮的。就再信你一次，他就是这次的目标。到底是谁来了，把你们吓成这样？这样应该会消消的啦。卡卡，你没事吧？这味道。现在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害怕了？他是谁啊？他叫喷喷，是臭鼬一族的。他每周都要来我这儿买东西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才好。放出臭气是臭鼬一族的特性，可是这并不是他的错。我们更不应该为了这个躲着他。卡卡，我们去认识一下喷喷吧。给你。你叫喷喷是吧？你们是？我叫琪琪，这是我的朋友卡卡。你好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不行，这气味我受不了。你说谁的气味很臭，让你受不了了？我没说你臭，只是你的香水味太香了，我对香水味过敏。你怎么能对小女生说这些话呢？我说错什么了？总之你得跟人家道歉，还有把这些花蜜送过去。好吧。玫瑰、百合还有芦荟。我的香气满满100天香水又失败了。找到你了。你们是谁？嘿嘿，只要把臭肉的臭气和毒蘑菇带回去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它会发出很臭的臭气，我们先戴上玻璃罩。明白。臭气，毒蘑菇，快抓住它！你们想怎么样？我说，快去抓住它！你说什么？波波队长，戴上了玻璃罩，我什么都听不见啊！别让他逃了，我特地把枪改装了一下，可以切换成犀利模式，你是不可能逃脱这强大的毒液的。住手，旋风锤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又是你们，这次让你们尝尝我新研发的辣椒小爆弹的威力。三次郎，把子弹拿来。你说什么？辣椒小爆弹。我都给你了，把子弹拿来吧你。流星锁。琪琪，小心烟雾。这些红烟是怎么回事？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。这烟雾含有辣椒分子，会刺激眼睛和鼻腔，我们赶紧离开这儿。这一回你们都跑不掉了，三四郎，赶紧去抓臭鼬。是。不要过来。嘿嘿，把东西交出来吧，我保证不伤害你。您好。看你们往哪逃！这烟太强了，这样下去我们会输的。有了。你打算飞走吗？可是喷喷怎么办？不是我要飞，是这些烟雾要飞走了。只要把转动方向反过来，螺旋桨就像一把电风扇，可以把烟雾都吹散。哎呀，我的辣椒小爆弹！哎呀，我的发现全乱了。怎么跑不动了？这回没人能帮你了。有我们在。
靠我。没子弹了。今天不行，还有明天。我们银河盗猎团711小队一定会回来的。他们为什么要盯着你不放呢？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他们就没跟你说什么吗？我好像听到要你把东西交出来，是什么药？哼，跟你没关系。哎，又怎么了？我只是问问而已。他怎么又哭了？啊？我可能知道为什么了。花蜜商店惹你生气了，真是对不起。你要是不喜欢，可以不带的。嗯，我很喜欢，我已经很久没收到过礼物了。为什么？大家不喜欢我们臭鼬一族，嫌弃我们的气味，都躲得远远的，谁还会给我送礼物呢？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气味，水果、花朵、塔塔、我还有你，我们都不一样。嗯，没错，所以不管你喷不喷香水，我们都能做朋友啊。好像也挺有道理的。卡卡、琪琪，谢谢你们。哦，对了，喷喷，你好好回想一下，当时银河盗猎团来抓你，到底说了什么？其实他们……嘿嘿，只要把臭鼬的臭气和毒蘑菇带回去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臭气，毒蘑菇。收集这些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不管他们想干嘛，他们要是还敢来，我就好好教训他们。谁要教训我呢？反正那臭鼬身体不臭，我们也不用再戴上玻璃罩了。喷喷，待会儿我一喊跑，你就跑。快把他抓回去。是。跑！你以为逃得掉吗？我早就让三四郎在院子四周埋了一圈的黏黏地雷，一踩就会黏住的。糟了，喷喷，快停下！等等，不是队长你去埋的吗？我让莉莉莎叫你去的呀。莉莉莎没跟我说呀。人家那个时候在做面膜嘛，哪里管得了这些啊？莉莉莎，泡泡牢笼。腾腾，赶紧跑！也让你尝尝这个。再来呀，我全都给你打回去。再试试这个。两个碍手碍脚的家伙都搞定了，这下就没有人能阻止我们了。卡卡、琪琪、喷喷，别管我们，快逃！没错，你赶紧跑！把他们关进空间球，吵死人了。是。你不要！不许你们伤害我的朋友！结账吧！嗨！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好痛啊！哎呀，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看不到了。我的脸好臭啊！队长，你们在哪儿啊？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我要回去洗脸、洗头、洗澡，太臭了！快去啊，这臭鼬太可怕了！救命啊！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喷喷，
谢谢你救了我们，你的气味攻击真是太厉害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说你臭。卡卡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不要生气啊。我没有生气啦，你说的对，这是臭鼬一族独特的气味，这就是我们真实的自己。团长大人，这次的任务出了点小小的意外。是吗？单看你们这副狼狈相，不像是小小意外。哎呀，烦死了，这股味道怎么盖都盖不住。哎呀，我的香水可贵了呢。团长大人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下次我们一定会捉住那只臭鼬，完成任务。不用了，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我让你们收集臭鼬的臭气，现在那臭味不就在你们身上吗？对呀、这么说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，太好了耶！再也不用去抓臭鼬了。那我可以回去好好洗个澡了。慢着，在完全提起你们身上的臭气之前，谁都不许洗澡。不是吧？我们快到独孤林了。听说独孤林充满了未知的危险，银河盗猎团真的会去吗？既然喷喷说了他们要找毒蘑菇，那他们肯定会去那儿的。哇，这里就是独孤林了吗？那些蘑菇好大好漂亮啊。何人要闯独孤林？你是谁？在下爪爪，是独孤林的守门人。守门人？独孤林是巨树森林的禁地，异常凶险，我们虎猫一族世世代代在这守门，防止居民误入独孤林。你好，我们也是来保护巨树森林的，希望你能让我们进去追踪银河盗猎团，阻止他们破坏这里。银河盗猎团？他们是外星人大坏蛋，之前他们还在豚鼠镇百花商店大闹了一通呢。明白，但你们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我们是去抓坏人的。独孤林太危险了，普通居民都是有去无回，你们也请回吧。我们再不进去就晚了。跑！他追不上我们。快了啊！根本就看不到他的动作。独孤林里的蘑菇千奇百怪，这不过是其中一种，你们连这都对付不了，就别想进去了。太奇怪了，为什么我们一直会转圈圈啊？我猜是爪爪使用毒蘑菇里的某种成分影响了我们的感知，大晚上的他肯定睡着了，现在就是行动的最佳时机。他的呼吸不像是睡着了。我看他也是练功之人，不好对付。我有办法了。他该不会生气了吧？我明白了，看来他很喜欢流星锁啊。还能这样啊？不好，
很重要，我们要找的是有七个角的七星菇。我可不想碰这东西，看起来会让我的皮肤过敏。队长你看，我找到了这么多蘑菇，它们是不是七星菇啊？别急，我看看。找到了，不对，绿色不对，这个也不对。队长你是不是分不清哪个才是七星菇啊？你在这儿嚷嚷，我能分得清楚吗？都怪那傻乎乎的狮子微微弄坏了我们的秘密武器，不然我们就能轻轻松松把这里的毒蘑菇全部吸走。不过呢，聪明的我可以改良了空间球，记住一个都别漏。好的队长，我现在就去。队长你去帮忙。吃它吃它。你们两个快停下，这个家伙怎么甩都甩不掉啊。谢谢你啊。糟了。这是什么？又是银河盗猎团干的好事儿，这回麻烦了。我还要吃，还要吃。别吃了，再吃下去毒蘑菇都被你吃光了。臭的不好吃。救命啊！独孤岭守门人在此，不许你胡来。嘿，哎哈，哎，这是嘿呀。我想想啊，三四郎突然变异，应该是吃了具有某种毒素的蘑菇。如果知道他吃了什么，或许我们能找到解药。是聚化贪吃菇。那是什么？这是独孤岭毒性最可怕的蘑菇，中毒的人眼睛会变红，不停进食毒蘑菇，身体也会变得越来越大，永远不会停下来。永远不会停，越来越大。那可怎么办啊？看看你们干的好事。那聚化贪吃菇有解药吗？只要吃下缩小菇，它就能恢复正常。但是独孤岭的缩小菇很稀有，不容易找到。况且，现在一个毒蘑菇都没有了。三四郎还在不停地吃毒蘑菇，就证明他没有吃到缩小菇。缩小菇肯定还在某个地方。我还要吃！快跑！我们快跑！等等，你看，救命啊！救命！为什么只追着他们跑呀？我要吃，三四郎，我要吃，你别过来啊！你想吃蘑菇，我全部给你好了。我明白了，因为毒蘑菇在他们身上。琪琪，你先拖住三四郎，好。爪爪，跟我来，我知道解药在哪儿。你们是不是用空间球收集了所有的毒蘑菇？关你什么事？这些毒蘑菇里可能有治疗三四郎的解药。这现在毒蘑菇在你们身上，如果不治好它，它只会一直追着你们。琪琪他坚持不了多久了，拦不住了。卡卡，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。得尽快让他吃下缩小菇，要不然他会把身体撑破的。大家一起找发光的绿色的蘑菇吧。哎，吓死我了。
找到了，看我的！嘿，大个子，这里有好吃的。好吃好吃！成功了！太棒了！趁他们不注意，我要把这些毒蘑菇都带走。不捡了，不捡了！你们放了我吧！啊！我们还会再见的。这，谢谢你们。如果不是你们，独孤林就毁掉了。我要送你们一个徽章做纪念。谢谢你们拯救了独孤林。不用客气，大家都是为了保护巨树森林，互相帮助而已。虽然还不知道他们抢毒蘑菇的目的是什么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他们逃向了棕熊领地，可你们是老虎，去那里的话，我担心会有麻烦。你们一定要小心。拉了第27次了。团长大人，我不，我要的七星菇呢？七星菇应该被三四郎吃了。吃了？都怪三四郎贪吃，把整个独孤林的毒蘑菇都吃完了，这都是三四郎的责任，跟我没关系啊。找到了，这就是七星菇的包子。其实这都是我的计划，故意让三四郎吃掉所有毒蘑菇，才沾上了七星菇的包子。反正东西到手了，你们赶紧到棕熊领地去，把最后一样东西找到，这样我们就能彻底摧毁巨树森林了。遵命。